奏的可都是真话吗？回太后，奴才自幼读圣贤书，所学和事哪有当殿晃奏欺君罔上的道理？你刚才说你亲耳听见小安子大声一喝，你胆敢违背西宫太后的旨意，拒不交出小姜子来？是。 妹子，王庆琦，奴才在。你可亲眼看见我下的旨意？没有，回太后，奴才只不过亲耳听见都总管太监安德海亲自说过。姐姐。 这俗语说得好，口说无凭，您不能单听王庆琦的一面之词，就判定妹子我教唆小安子杀人灭口的重罪呀。小安子，奴才在。你可曾跟王大人说过，他胆敢违背东宫太后的旨意？ 拒不交出小姜子这句话呀！回皇太后，不错，奴才是说过这个。妹子，这小安子都已经招了，你怎么还在当殿抵赖呢？ 回皇太后，奴才还有下情禀奏。嗯，奏上来吧。是。回皇太后，奴才们是奉了慈禧皇太后的旨意，让赶紧把太监小姜子找到。嗯，慈禧皇太后让你们尽快的把小姜子找到。 是不是也让你们尽快的把小姜的杀了灭口，才好陷害贝勒宰成，说脱他自己诬告反坐之罪呀？回皇太后，您说这些刚好跟慈禧皇太后的原意相反。相反？怎么相反呢？回皇太后。 慈禧皇太后尽快让奴才们找着太监小姜子，好洗刷贝勒宰成杀人行凶的罪名。班长，好狡猾！回王爷，不是奴才狡猾，奴才是剧情禀奏。小安子，扎，起开，扎，回太后。 奴才亲眼瞧见，亲耳听见，亲身经历，亲自动过手。安德海所奏，实情绝非如此。王庆琦，奴才在。恐怕你还不知道，慈禧皇太后昨天就晓得了，小姜子并没有死。
他也是为实重负，高兴，一再说，载沉心胸杀人一案，大可不必再追究了。回王爷，就在今天早上，奴才为了要救小姜子一命，还跟一位叫做云姑娘，在御花园里和安德海的手下大打出手。 王天琪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回王爷，奴才今天早上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听到安德海说要杀了奴才，还要杀了云姑娘、小姜子，还有另外五位在场的秀女，以免泄露了机密。王天琪，照你这么说，除了云儿之外。 还有两宫太后新选的五名宫女，都是目击其事的证人了。回王爷，是的。回太后，兵部侍郎王清奇当殿指控慈禧皇太后教唆杀人灭口一案，只要把新选的六名秀女传来一问。 马上就可以真相大白。六爷，你这话说得很对。姐姐，妹子，我看就让安德海去把那六名秀女传来问话吧。啊，回皇太后，奴才请问。 为什么要派被指控的安德海前去传唤？翁同龢，奴才在。这安德海是太监总管，那六名秀女当然是在他的管辖之下了。回皇太后，时到今日，那六名秀女还没有播为宫女。 怎么能够说他们是属太监督总管安德海的管辖之下呢？这，回皇太后，秀女不播做宫女，确实不由奴才所管。小安子，你说这秀女不该你管，那么又该谁管呢？ 应该由户部尚书宝云宝大人所管。对对对，宝云，奴才在。你就去把那六名秀女传来问话，问问他们是不是听见小安子说我让他杀人灭口的。奴才遵旨。不，宝云，奴才在。 宁扎，你可知道主子这次惹了麻烦了吗？等等，您说主子惹了麻烦，您是说？兵部侍郎王庆起强硬出头，当殿指控主子教唆杀人。我晓得了，我晓得了。二位大人说的是这桩事情跟小姜子一案有关。对，这会儿东宫太后、皇上，还有恭亲王爷。 都在等着咱们把六名秀女带到偏殿去问话了。啊！要是这六名秀女实话实说的话，那我们主子跟安总管这吃不了兜着走啊。所以，我们特地到这个长春宫来找你来商量商量，想一个办法对付他们。而且，东边的跟皇上还有一殿的文武都在等着他们。这麻烦事儿。
咱们要尽快的找应付的办法，咱们要尽快的才好。为了主子，我李莲英要硬着头皮冒一回险呢。冒险？李莲英，你是想冒什么险？能不能二位在这长春宫里头小坐一刻钟，叫奴才去办一桩事情？办一件事？你是要办什么事？洪大人，刚才宝中堂跟奴才说过了，这桩事情最好二位都别问。对对对，我们不要问，不要问。那么小坐一刻钟以后，宝中堂和我又该怎么办呢？一刻钟之后嘛，二位就回到偏殿去回奏两宫太后跟皇上。那我就说呢，二位到了长春宫找来找去，就是找不到那六名秀女。李莲英，你是想？洪大人，不是对您说过了吗？这桩事您最好都别问。可是人命关天呐，六名秀女六条命啊！啊！荣大人，您想到哪儿去了吗？啊，李莲英，这你赶快去办事。这李莲英，李莲英。宝中堂，吹奏一池春水，干清底事。你是又追又问的，未免太多事了。坐，啊，我们小坐片刻，等一下回去复命。教了你这两手啊，哎，可不是嘛，就只教了我这两手。哎，徒弟啊，为师我可是现学现卖，把皇上交给我的全都交给你了。那下一次你什么时候再教我呀？明天早上好了。莹儿，你能拿得稳，皇上今儿晚上必会来教你练拳呐。哎，青儿，信不信由你。不是今天个晚上，而是今天个下午，皇上一出洪德殿，准会来教我练拳的。洪德殿？哎，云儿，你知不知道皇上每天下午去洪德殿那边，哎，干嘛呀？皇上每天下午去洪德殿干嘛？啊！哎呀！哎，鹿儿，你这一问，可把我大牙都给笑掉了。笑掉大牙？哎，云儿，我这一问，真的那么好笑啊？好笑，好笑，当然好笑。鹿儿，你别让云儿摆架子，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。平儿，你说，你说，你快告诉我，皇上每天下午去洪德殿，哎，干嘛呀？嗯，哦，鹿儿，我给你开个窍，皇上每天到洪德殿去念书，跟，哦，李鸿藻，还有什么来着？哦，翁同和两位大人一块念书呢。哦，咦，当皇上也要念书啊？鹿儿，你这一问可真妙了。
皇上不念书，还能当皇上？哦，天天在弘德殿念书。哎，云儿，你知不知道皇上就只一个人念吗？好像是一个人念书吧。哦，一个人念书。要是，要是咱们跟皇上一块念，哎，那该多好啊！哟，鹿儿，说你小，你还真是人小鬼大呢。我人小鬼大，你才是！打死你！你不是，你不是，那你为什么想到陪皇上到御书房，红袖添香伴读书呢？好啊，晴儿，你看他吧。那位姑娘。你是？回姑娘的话，奴才是皇上的总管太监顾文义。你是皇上身边的太监？扎。皇上身边的太监，皇上身边的太监，不是一老一小两位吗？哎，对，我知道皇上身边的太监，老的叫张文亮，小的叫小辫子。这位姑娘，你知道吗？那张文亮跟小辫子都是我顾文义的手下。那顾文义，那你是皇上那边太监的头了？扎顾头儿，您到咱们中翠宫来是干嘛的呀？奴才奉了皇上的旨意，专程请六位姑娘到长春宫去赏花的。赏花？是皇上要请咱们到长春宫去赏花啊？扎。哦，但是，顾头，我们总得先禀告太后一声才是。应该的，这是应该的。这位姑娘，您就请吧。哦，哦，可是，顾头，这会儿太后到养心殿的偏殿去了断贝勒宰臣被控行凶杀人一案去了。对，那太后要什么时候回来呢？太后到养心殿的偏殿去断案，我算算看啊，最少嘛要三个钟头啊。三个钟头？那对了，我们去告诉玉子姐姐一声。这位姑娘，你想想看，太后上殿能把玉子姑娘留在宫里头吗？对，话说得不错。玉子姐姐是和太后一块儿去了呢。那咱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位姑娘，这有什么为难的吗？顾团，你是说太后上殿要三个钟头，太后回到了中翠宫，那个时候各位已经赏花回来了。哎，对呀，说的对。那咱走吧。哎，就请吧。好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什么？六名秀女连一个都没找着。回太后，奴才跟荣禄到了长春宫，前前后后找了半天，六名秀女连个影子都没有。宝中堂，您有没有问过长春宫里的轮值宫女云姑娘他们都到哪儿去了？玉子姑娘，本部堂都问过了。那他们又怎么说呢？他们说他们六名秀女到哪儿去玩了，他们也不知道。这六个女孩胆子也太大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这么大的一座紫禁城，她们居然也敢到处乱跑。姐姐，这下子可
得等到这六名秀女玩够了，回到钟粹宫，然后再到这养心殿的偏殿上来，才能知道妹子我是有罪没罪了。贝勒在场。侄儿在。这会儿小姜子也找到了，你行凶杀人之罪总算是也给洗刷干净了。回太后，侄儿惶恐，侄儿惭愧。你是血气方刚，行事莽撞，这回差点就闹出了人命案件，从今以后你可要切切地记住今天的教训，痛改前非。回太后，侄儿经过这次教训以后，一定遵旨，切切记住，一定遵旨，痛改前非。贝勒宰城，交由议政恭亲王夫妇领回王府，严加管束。臣叩谢两宫恩典。六爷六奶奶请起。谢太后。小姜子，奴才在。这回你可是受了不少的惊吓，不少的委屈了。回太后，奴才给太后、王爷、陈大爷添了不少的麻烦，奴才该死，奴才罪该万死。明善，奴才在。你给我赏小姜子纹银100两，准他一个月的病假，让他好好的给我养伤，等他伤愈了以后，就让他留在皇上身边当差吧。奴才遵旨。奴才谢恩。六爷。臣在。这可是六爷自个儿说过的，只要贝勒宰城行凶杀人一案一旦了结，贝勒宰城无罪，您就可以重回朝廷，继续管理内外要政，继续主持军国大计。回太后，王爷，您可别忘了太皇太后的语语叮咛。爹，亲奶奶刚刚还在说，您一定要当仁不让，挑起这副重担。回太后，臣谨遵旨。六爷，那我可真要谢谢你，谢谢你了。妹子，姐姐，这会儿就只有你在这件案子里拖个尾巴了。姐姐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妹子我有罪没罪，等这六名秀女回来不就知道了吗？儿子给母亲请安，请他吧。谢母后。宰臣，亲奶奶，亲奶奶，就为了你说大话，瞎胡闹，拿着小姜子的性命开玩笑，惹起了多大的风波，闹出多大的事。亲奶奶，孙儿晓得自己错了，
孙儿已经懊悔得不得了。再者，你是真的懊悔的，还是在奶奶跟前随便说说，骗骗你奶奶，还有你爹、你娘、你叔叔、你婶子，还有你的堂兄弟，还有为你着急奔走的小妹子啊？亲奶奶，亲奶奶，孙儿是真的懊悔了，真的懊悔了。成儿，你有没有想到过，你有这么一个老奶奶，她已经是半边身子埋到土里的人，好不容易她把你盼得那么大，结果你是使她担心着急懊悔生气。亲奶奶，亲奶奶，孙儿错了，孙儿错了，从今以后孙儿一定痛加悔改。还有你爹，他是大清的柱石，朝廷的栋梁，他这大半辈子日夜为国家大事烦，全国上下谁不敬他爱他，可是你爹为了你丢尽了颜面，受尽了委屈，迫不得已辞掉了议政王。亲奶奶，亲奶奶，孙儿一定痛改前非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还有你的娘呢？只有你这么一个命根子，为了你差点撞柱自尽。娘，孩儿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小妹，这会儿的事大哥也拖累你了。大哥，您闹事你就只晓得哭，你就只晓得说，娘，我对不起您，我对不起您。晨儿，你瞧瞧，你瞧瞧，连你小妹妹都这么说你，你这个做大哥哥的，脸往哪儿搁？娘，娘。在里，在涛，在寻。娘。你们瞧见没有？你们听见了没有？你们要是再敢到外边去瞎胡闹的话，哼，今儿个你们的大哥就是你们的榜样。你就别在这里引风扇火，火上加油了。哟，王爷，怎么了？我在教训我那块三块废料的儿子，怎么着？你反倒数落起我的不是来了？你们就少说一句好不好？是是。晨儿，起来吧。谢亲奶奶。你们这四个一天到晚只知道贪玩的孩子，好好的给我听着。是亲奶奶。为人在世，顶重要的就是什么事先为别人着想。是亲奶奶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你都要想想，我要做出这件事情，别人会怎么样，爹娘亲人又会怎么样。凡事先把利害得失想一遍，就不会做出后悔莫及的事。是亲奶奶。你们要好好记住亲奶奶的教训。是七叔。从今天起，除了上书房陪皇上练武，再臣不准出王府一步。是。我要你们闭门思过，好好的想一想。是。要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。
是。还有你们三个。爹，你们哥仨都挺乖的，再说我们哥仨也没有闯祸，也没惹是生非，爹的意思也要把我们哥仨关起来，闭门思过。谁说要怪你们？谁说要你们闭门思过？那爹不是在说还有你们三个？对对，你是爹的意思，你是要把我们哥仨，跟大哥，摆在一块儿啊？我是叫你们好好记住，亲奶奶跟六老爷的教训。教训。对对对，我们哥仨的脑袋就是专门记教训的。对对对，对对，我们的脑袋瓜子就专门记教训的，记教训的。陈大爷，都快三点了，您还去书房课吧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哎呦，都两点上课了呀。回太皇太后，四位小爷该回洪德殿去念书了。课吧课吧，别在这让我心烦了。孙儿就要受罪。谢亲奶奶。轻佻轻佻，都长得那么大了还是那么轻佻。亲奶奶，只要四个哥哥不闯祸不闹事那就好了。乖孙女儿，你长大了要记着奶奶的话呀。亲奶奶，你说的哪一句话我没记住啊？乖孙女儿，你要记着，打从高宗崇皇帝起，咱们皇室的男丁就一代不如一代，反而倒是女孩子一个胜似一个。亲奶奶，你这话怎么说啊？当年高宗崇皇帝他有35位皇子，可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和孝固伦公主。当时他常说，如果和孝固伦公主是个男孩子，他就把皇位传给他。可是没有女孩子当皇上的。说的是，打高宗崇皇帝到仁宗睿皇帝和你的爷爷宣宗成皇帝，还有你的大爷文宗显皇帝和当今的皇上，这其中文宗显皇帝和皇上，我是眼看着他们长大的，他们比他们的同胞姐妹可就差得远了。可是皇上没有同胞姐妹啊。乖孙女儿，你不就是皇上的亲堂妹子吗？那您是说，荣丫头，乖孙女，皇上小时候他就没有你这么聪明伶俐、机灵乖巧。皇上小时候比你差得远了，那就更甭提你那个不争气的大哥吧。那，爹，荣丫头，又有什么新的主意了，对不对？爹，亲奶奶说我比大哥强得多，那你呢？小机灵，我能说奶奶的话不对吗？阴盛阳衰，阴盛阳衰，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。娘，您的意思是说，儿子，你可要给我好好的防着，万一有那么一天，西边的那位要是揽上大权，那恐怕
就是咱们大清的末日。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。若到秋来冬将到，收拾书包过新年。瞧，皇上驾到。皇上上吉祥，请看。谢皇上。皇上吉祥，请看。谢皇上。臣翁同和，今天不为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者不顾，做进一步解。今日，在下，你听好，翁师傅要教训你。在下，不许说话。这翁师傅，我并没有说话呀。成王有过，则踏薄情。在下，你是洪德殿的伴读。难道说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？这，皇上，您看我又在替你挨骂了。嘘，龙寿公主到。龙寿公主吉祥，请喝。谢公主。龙寿公主吉祥。二位师傅好。谢公主。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顾。这个重字是令重的重，也就是自重的重。小妹，你从哪儿来？从宁宫。六叔在不在？我爹、我娘，还有七叔、七婶，他们都在。小妹，有没有六名秀女的消息？没有。那你猜，他们会上哪去？谁知道他们上哪去了？小妹，六叔有没有派人去找？没有，我亲奶奶在睡午觉。我爹我娘多一半要回客了。啊，这么说就没有人去找他们吗？哎呀，你是皇上，你为什么不派人去找嘛？朕，小妹，朕怎么好意思大张旗鼓的派人去找呢？瞧你，皇上，你又急成这个样子了，偏不派人去找。小妹，朕是恐怕。恐怕西边的太后会笑话您、刮骨您，说您又变成喜欢人家姑娘了，对不对？小妹，改成。翁师傅，这我一直在给皇上和荣硕公主在递暗号，让他们别说话，可是他们没瞧见，那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好了，皇上。师傅都在生气了，我们就别讲了。君子不重则
则不威。皇上，皇上，云儿，这不是云儿的声音吗？云儿，云儿是谁呀？皇上，皇上，云儿，云儿，站在这儿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这次可不是我呀！皇上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可怕，云儿，什么事可怕？皇上，有一个大太监，他把我们六个全骗到长春宫去了。什么？把你们全都骗到长春宫去？他把我们骗到长春宫，马上就把我们都关起来了。关起来了，会有这样的事？你说，他们把你全关起来了，那你又是怎么逃出来的呢？我是趁他们不备，穿屋翻墙逃出来的。小妹，走。走，皇上，你要我上哪去啊？小妹。你要给我做个见证，咱们一道上西宫可？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，可要受皮肉之苦了。说，你们六个之中还有一个叫云儿的，究竟跑到哪儿去？我们这也不知道啊。回太后，看样子不给他们点颜色看，他们是不会说实话的。小安子，扎。依你看。这五名秀女该怎么处置啊？回主子，太后，太后，你可不能容禄。太后，人命关天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再惶恐，只不过此事体大，请太后能够三思而行。小安子，扎，把他们给我拉下课办了。扎，太后，太后，你来杀我们呢？拉下课。扎。太后。哎呀，扎，拉下课。扎。杀人灭口，企图击首摧花了。在这六名美女的性命关头，刚好同治皇帝赶到。下一场戏太紧张也太精彩，请您明天千万别忘了收看《再生缘》续集。